到后来了，到后来了。咪咪悄悄思密达。卡特转起来也是不行。卡特这英雄，哎呀，也就那样吧。他比较讲究进场时机。没有人给他打出来收割的局面，他就不是那么很好打。其实尤其是有妖精这种的，你知道吧，上来先给你打残，哎，先去野区，不是野区呀、啊，先来这里啊。吸血鬼人呢？哎呦啊，我这杀兵全收。抽了一下，这玩意儿呢不好杀，你知道吧？但是这个英雄呢，他前期比较弱。我们在野区战斗力比他强太多了，他也就只能对对线，一会儿的位呀、啊、去对面野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支援过去，吸血鬼就没什么用。OK， 吃个药。快点过来，不要上了，拉倒吧。我可以传这波，我可以传。没学艺呀，我操。可以，杀一个，杀一个不合适啊。还好我整了个攻速，这未来的太慢了。他如果刚才能来快点的话，这波应该是双杀了。来的太慢了。亮牌，你亮你妈了个蛋，你配亮牌吗兄弟，你配吗？我问问你，你配在我面前亮牌吗？你配不配？您配吗？别的我不想知道，您配不配？讨厌在我面前亮牌的人，装什么杯你也不知道，除了德赛，所有人都别在我面前亮牌，
听见没有？你听见没有？你听见没有？你可能没听见。瞧我这亮牌给你喊的，你瞅瞅。大爷啥意思？挂机了，这是个狠人呢，一个零杠三，一个零杠二，给我挂机了呗。直接上啊！他吸完这口，我失误了。谁给我改的啊？不是智能施法呀！我操！我这是吐了。我两段 Q 没攒住，你知道不？上来我一开始攒两段 Q， 我马上我都直接 R 他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是智能施法，我们摁了一下没出来。自己玩蓝博改的呀，哎，真的是有点烦。我不是犹豫了，我根本我没犹豫，你知道吧？我直接我都 R 他的，我找位置直接 R 他了。我不知道因为什么，这不是智能施法没 R 出来，这他五级我六级，我直接秒他。你像这种是二段 Q 斩完以后就直接就上去干他。干哈呢？下边来直接还大啊、哦、直接大的。这玩意儿就别跟他耗，就跟他硬怼。下波先用 E 来踹他一脚，给他打到没血，然后他闪现我们再 R 他。这样能稳杀，要不然不太好杀。这车他都不要啊！哎呦我操！反蹲，好反蹲呐、啊，兄弟！吸血鬼这英雄你帮得起来？
我塔皮应该没了，哎，这有点烦啊。我们留了个传送啊，这波。这不行，这不能上了。这小黄毛这么装吗？啊？这波吸血鬼死了，他没有闪。他跑了，他就吃一层塔皮啊，他也太猥琐了吧。就这水平还亮牌呢，哎我的妈呀，太薄了。小龙来，我就中路踹着妖精一脚，他刚好把 W 给用了。真的装，我真是受不了，你知道吧？我看着人我就受不了，你凭啥踩我呢？你凭什么？你奶奶个腿儿的，你凭什么？你多个什么玩意儿呢？3333。其实这波啊，气势是有，但是小亏啊，因为让吸血鬼稍稍的发育了一会儿。这波来帮队友啊。回去了，回去收兵了。他应该是回家了，我得赶紧吃一层塔皮。哎，是两层塔皮。挖掘机不知道搁哪呢，在这儿等他啊。这波看他敢不敢推，我估计我看他这样他应该不敢推，他不敢推，怂的要命。我放他发育这么长时间，他九级，我都不知道他咋玩的。下回能不能别搁我对面亮牌？能不能下回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是没懂。你能打得死我？给我拆他！
回家了，这波不拆了啊！我们出来还能吃到这波兵，得打峡谷了。我过不去呀，兄弟们啊！我是真过不去，我要能过去我就过去了。这波峡谷其实有点危险。嗯，还好。看了我的银马，你感觉又行了，就搞一把试试。低分段别玩银马，不好赢，兄弟，不太适合银马这个英雄，还是玩猴吧。银马越往高了打越狠。一打二应该没啥问题。略微有点小危险，但是还没到那种危险的程度。他俩还真就不是那么很好使。能勾着吗？不行，这不能上啊！小黄毛薛飞是有点厉害。他咋这么装呢？你给我踹死他！练不着。给我点盐了，这胃不应该上，我上就行了。其实哎呀，给吸血鬼拿了个人头，哎呦，差一点点。这锤石吧，勾的不算太准，其实是有点。我们赶紧来小龙这一波啊！来，直接打，直接打 ，Go Go， 可以直接打。这波小黄毛敢下来，我们直接把他杀了啊！这我没太玩好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我这大招空了。我、哦、漂亮，卡特琳呐！把吸血鬼给我 A 死 ，A 死他呀！塞纳死了，是不是？就剩妖精一个人了，把妖精杀了。哦呦，漂亮！这波拿下。怎么大招会空？哎呀，真菜！哎呀，真是菜呀！大招不空，这波死不了。我其实有点预判他闪现的意思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吧，没预判到，我不知道人家有没有闪。
插个针眼儿，把下路塔拆了。我们这样跟对面换人头其实是不合适的啊。跑个传送过来的，我都不知道他传过来干啥。捡灯笼，这不行啊，兄弟！哦呦，那快跑吧！完了完了完了，这波可炸了！这波可是他妈邪诈，这波小黄毛让他给秀起来了。哎，那银马的恐惧怎么往后恐惧了，没往前恐惧呀？我找了半天角度，那人一直往前跑，踢不回来。哎呀，贼膈应。这把输了可是他妈奇耻大辱。他们家小黄毛玩的有点好。去拆中塔吧。哎，他为什么会在这边啊？哦，奇了个怪了！哎，这妖精踩出来的，为什么会回到这边了呀？没有看他放 R 到这边啊。这 EZ 穴位有点猛。这 EZ 不好办的。没有后边的眼儿跟我传呢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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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属于是有点送，这打野属于是有点送。直接拆中，一窝。有点上头了，哎呀，打的他妈稍微有点气，你知道吧？
真的好装啊！我操了，我都不知道他装什么玩意儿了。你说你打个游戏吧，你赢吧，其实倒也可以。我就烦这种装的，你知道吧？我贼膈应。一他妈杀个人亮个牌，一他妈杀个人亮个牌，哎，就像自己贼狠似的。你要狠，咱也就算了，那倒也行。有点被愤怒冲昏了头脑，说句实话。你玩的好吧，我都夸夸你。单杀我两次还不行，谁单杀我了？吸血鬼呀、啊！吸血鬼啥时候单杀我？妖精儿啊，妖精儿杀就杀呗。妖精儿咱都无所谓，正常杀的都杀了。我估计我可能是有点稍微有点起床气，没控制住自己。你等着啊，你们这帮逼，我杀你一回，我亮个牌，下回我他妈气死你，别让我逮着啊，千万别让我逮着，真他妈的装。哎呦，他走不了。大龙来，哎，这不翻盘了吗？赶紧打龙，家里扛不住了，好送。小龙，亮牌忘了，我就不是这种人，你知道吧？我就压根我就不是这种人。我就不会这种操作。这妖精这么长时间不回去，小龙，我把针眼插了，别急啊、哦！兄弟啊，这波冲阵型你没跟我上，可以。卡特死了吗？卡特没死吧？
卡特没死就行啊。杀小黄毛，漂亮，别让人换了，漂亮兄弟。我好像刚才被套虚弱了，我进场的时候我被套虚弱了。哇，这把能翻，天哪，不会吧，投降了，这都能翻盘，我的妈呀，你说你们对面就拆成这个鸡巴样，还他妈好意思还在那亮牌呢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，真是几个臭傻逼，这还亮牌，你还好意思亮牌，不是我，我都丢不起那人，我都丢不起那人，我的脸呢，我的脸，老脸我都放不下，真的。